完了，他今天只骗你一个人。我没关系啊，反正我们会票你啊。你不用票啊，第一晚上 biu biu 就是。那也是啊。哦，好好 biu biu。不好。你怎么都有这种福利啊？熊福利。福利熊，熊福利，福利熊，熊福利。欲言又止。你不觉得很顺吗？我每次接完都想接欲言又止，是蛮顺的啦，蛮顺的，顺啦，八点喽，开喽，顺啦，顺啦，你今嘛听到啦，顺啦，你今嘛听到，顺啦，你今嘛听到。叭叭叭叭叭！啊！凑结果，看到那个八点啦，八点啦，八点啦！狼人杀时间又来啦！耶！啊，这个距离我们上次大家一起嗨，作者又有更新哦哦哦，新的东西，丘比特。这个呢，我私下有玩过。恋爱狼人杀就是丘比特现在的 CP 是你可以自己选哦，你必须要在第一天的白天前面的那个一半的时间，嗯，也就是我们白天是一条一分钟嘛，你要在前30秒选好你的 CP， 对，否则的话就会有系统自定，好不好？所以一开始你要赶快动手术，动手术，手术要这么快。手速要很快哦，好不好？你不射出那个箭，对不对？那系统就会帮你来配置了。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多人的恋爱狼人杀，恋爱巴士会如何？没问题，准备发车。我没人要跟我一组。对，不要不要安静，不会有人跟你一起。对，最孤独终老，最孤独终老，孤独终老。所以当你知道你跟 BOBO 恋爱，就知道，哎，哎 ，BOBO 就是他乱来，看看子伯伯，看子伯伯，哎，那我们一开始就来一个基础场哦，好啊，三个狼，然后呢有一个怨灵，各职业也各有一个，好，好，好，可哦。对，那记住这个人鱼唱歌，请真的唱起来。我是洛大佑，我好像在看罗大佑的歌耶，2000。好想听听看马来西亚的嗨歌哦。什么？没关系，就等你现唱啊，等你妈来随心嗨起来啊，等你妈来随心哭，等不到。那我们要哪一个地图呢？迪叔，你想要哪一个地图？我要那个摩天轮。摩天轮，恋爱摩天轮是不是？对，可以，那就来准备了。好，嗨起来！不是洛大佑，爱情摩天轮，海德莫，真是罗大佑，真是罗大佑，好烦哦！笑什么？没事，笑得很开心哦，笑嗨嗨。我这个职业应该有人会非常想玩。谁？哎呦，你是丘比特吗？哎呦，哎呦，哎呦，对啊，丘比特也是第三方势力，票他你会怕？你会怕？怕？别这样，而且我也没有罗大佑。我就想，我也说我不，我也没有说我是丘比特，对不对？说大家想要玩啊，丘比特最嗨了。最刺激的，哎呦，啊，叫什么啦？乱吼，乱叫！哎呦，因为我是洛大佑，看不能说说明明嘛，对不对？对啊，不能说人名啊，要早上才能那个。没有错，怎么了？怎么了？阿妈，你怎么了？
大家亮晶晶的。你不要吓人，有危险要大叫。摩天轮看起来好多人哦，摩天轮，哎呦，超多人的摩天轮。哎，有白痴掉下去了，有白痴。对啦，我们都是白痴啊，悠悠。看一下，看一下哦，都没有在看，要注意有怨灵哦。别人。他技术又在演啊！啊，反正你看得到我吗？我在角落，看不到，下面看不到，看不到。卢米就看着我，然后说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至少我们这四个人都不会是。我讲一下，卢米是我是猎人，卢米是我拉的。然后我刚用杂瓦鲁的时候，团团他自己都可以动。好、小雨是不是你？我是预言帝啊。嗨，好，繁星是吧？我不是。他在你旁边打他。繁星呢？繁星有什么好说的？我是忍者，你是忍者，第二个预言家。你说你要跳什么？我也是预言家。你也是预言家。那我要相信迪叔，我查杰克是好人。那小雨在那迪叔查什么？我查杰克。哎，哎呦，哎呦，哎，你是抖 N 啊，迪叔？那可是杰克为什么被票了？我被繁星票，被繁星票，我票不到你，为什么没有反票回去？没有抖 N 票去啊？我反票去了，他票。耶！傻眼，傻眼，傻眼，傻眼。那我觉得繁星是不是比较快？哎、迪叔你不是，是不是？不是迪叔死了。知道了。等一下，等一下，迪叔死了。嗯。可是，所以那个、小雨是假的。没有，可是小雨在我旁边呢。他只是不变而已啊。嗯。不然迪叔会怎么死？两边那边桥那边很可怕哦。我在逃，我在逃。我跟你讲，我刚是从那边过来的。超恐怖的。有哇！哎，还是哇下面，下面。所以狼到狼。哎呀，这场很混乱哦。哦，又来了小雨吗？对，我拉小雨，拉小雨，拉小雨。对，我咖喱贡刚有两只狼在摩天轮哦，两只狼在摩天轮，对，有两只。都是跑来跑去。阿纪，繁星就是了啦，先把繁星跳掉，繁星跳掉，繁星跳掉，繁星先，繁星先，繁星先。我第一天那天晚上一直躲在里面，繁星，繁星，繁星，你是好人呢，我一直都躲在那里面呢。啊！你们先票他记了，那明天再票。完了，白痴哦！他记什么职业？他记什么职业？好呀 ，B O B O。我是忍者。等一下，等一下，你们，我是忍者，我是忍者，我真的是情侣。我觉得 B O B O 会是情侣，你忘了之前那个 B O B O 乱票的是不是你？你有问题？等一下，哈基是好人，哈基是狼。哎，哈基真的是狼吗？我的天哪！我快在那边了，太快了！我很努力在躲了。哎，哈基，我就看到你，我也是好人。哎呀，怎么这样子啊？哎呀，刚刚那个杰克不是跟繁星平票吗？我就很觉得说你们怎么平票，你们怎么平票，然后到晚上的时候马上挥了杰克一刀，他连反应都来不及。会没票啊？然后你就说，哎呀，怎么随机到杰克了？很坏，超坏，真的。也好啊，怎么死了？杰克是怨灵啊！我还在演就被杀了。怨灵是我啦，怨灵是我。那杰克是怨灵啊？想说迪叔被怀疑嘛，所以我想说刀个迪叔。你好坏哦！哎，这个其实可以，对，可惜那个最后没有票走 ，biu biu。票走我干嘛？我是好人哎，是好人。biu biu， 我相信着你。超混乱的好吗？没有 ，biu biu 证明了我的身份，他是好人。有有有，多么打击！但是说要票反应，他票哈基，他就很 CP 啊。我真的，我以为哈基是好人呢。我想说，第一晚找阿鲁多，他没有动。对啊，没看你就超第三方。瓦鲁朵怎么能动呢？我就瓦鲁朵不能动。对啊，你看
彪彪，你第一天还饱了，他你还没有碰到他，我的天，赛道，你只是赛道，我的天，运气好，运气好，阿点我们就可以骗倒他们了，努力了，小姨我拯救你的性命了，没关系，你拯救我了，来，那就再来喽，为什么这场女巫不是间谍啊？哎、欸，我这次做的超棒的，露米那边乱赌，会吗？我一次就赌中了呢，真会！等一下，我一定刀露米，赌的很好。我闻的那么正确，直接刀到他。想法正确，想法正确。感谢小赖的超级留言。Oh my god！ 嗯，好啦，你又有什么特别身份了吗？嗯，没有，这次没有。嗯，哎，迪叔这场话有点多，他有嫌疑。哎，对，我也觉得。哪有？哎，没有，迪叔有，迪叔有预言家身份，迪叔有身份，我觉得有身份。预言家，预言家，迪叔又是预言家了。我不是预言家，我是你是怨灵的，你是有水的。他说他是有水的，是有水的。所以你要准备清喉咙了吗？想要怎样的唱都可以哦，躲起来！哎呦，哎呦，吓死我！哎呦，砍着我！我是骆驼，哎呦，砍着我！你走开啊！摩天轮这边有狼，摩天轮有狼，我看不到路啦！我是骆驼，砍着我！萨瓦鲁刀，所以那是谁唱的歌？谁唱的歌？我晚点贴给你，晚点贴给你。我想说奇怪，怎么不是迪叔唱？为什么？我是骆驼，砍着你。其实你唱的音都完全不对，完全不对、欸。对啊，我一点是乔宇唱，不要干你屁事啊！对啊。我就想唱一下咩，嗯，不行啊，你怎么可以乱唱？阿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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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楼下有两只狼，我楼下有两只狼，巧克力是狼，巧克力是狼，我是预言家，好，巧克力是狼。我是领家，你个领家哦，领家都是狼呢哦，上一局也是狼，你刚说领家，他到底不狼？没有，我小雨，我跟你讲，我是小雨已经死了，彪彪安静，你不敢乱指责。哦，原来你死彪彪，你才是狼吧？你我是诈欺师，我诈欺师，我很不想跳，但我才是忍者。你怎么跟我跳同一个？巧克力在哪？巧克力还在那边假唱。巧克力在哪？不要不要，是坏人吧？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如果真的是的话，早就把小雨给打下去了。波波，你活太久了。因为我好像都知道就是波波呢。那波波好的，波波好的。哦，好吧。波波你话多。好的。你看他怎么可能一天晚上查两个人？他有问题。什么叫我一天晚上查两个？因为我是说某个杰克。吓死我！还好你没回我。对对对，哦，我是罗大佑，砍着我！不要，我不是罗大佑了。太白痴了！那个还可以在网上，还可以在网络上。哇，这指挥官吧？还可以在网络上，对对对对。哎，你刚刚已经上去了，对对对对对，他在那里。Tomodachi， 你走了，你走了，啊下下下下下下，杀戮大佑没有，快点，迪奥救我，迪奥救我，怎么了？迪奥已经变成鬼魂的进化了，你已经变鬼魂，你要去解任务了。我们在，没事，迪奥，不要跑，那个是谁？空调救我。空调，大金空调，救我！给你礼物。啊，白天了。大金陈太郎，完蛋！我刚看到了 ，BOBO 是这个脚印，这个脚印是。这是什么屁？这是Lumi，这是Lumi，不是Lumi，我刚刚在游泳。等一下，你是屁耶！我刚看到你就是你，因为我刚刚在里面游，我从里面跳出来的。我信。我露米一票喽！
哦不，就是你过桥，你开始过桥，哈基你在哪？我在那个女人里面，女人来了，你绕来桥这边，绕来桥这边，绕来桥这边。你在什么？你这天才怪怪的。进去了，哈基。你怎么已经进去了，哈基？哈基跳下来，哈基跳下来，我们接住你，我们接住你。哈基，你怎么进去了？跳下去不会死吗？不会耶，不会。王一，王一，王一，他来了，他来了，哎呦，哎呀，哎呦，快跑！哦，好气哦！啊，我先，迪叔不要，没事，又在，迪叔快啊，迪叔没事，我帮你，迪叔我帮你，你是不是要杀我？对，他是。哎、欸，有怨灵哦，别忘了有怨灵哦。嘿嘿，哦，你们很人气嗨嗨哎，人气嗨嗨，咋那些我觉得，我觉得很有趣啊。我现在鬼魂我只能笑，我现在真的是蛮有趣的啦。我要去解任务。二零，你是怨灵吗？快跑！等一下，是我。开心！我看到有怨灵在那个房间里。哪里？哈基是怨灵吧？不是啊，哈基是。我领家呢？我才忍者强解释呢。你是木叶忍者，你产生的命甲了，好强哦！顶分身哎，我这是木叶忍者村。我是繁星的影分身，没错啊。笑死！阿基出来，不要！你看到他？哦不，变了！阿基是躲在女厕啊？我躲在那个里面。那个里面，阿基，我是知道你在哪，但我不想卖掉你了。但是我们要投了哈基才可以赢啊！反正我觉得现在是逆转机会了。我知道，再吃了。啊！现在已经很明朗了。我先。都在远处呢。快跑！活下去，我们要活下去。哎呦，哦，你好透明，在下面的会不会是哈基？你好透明哦。哎、欸，你不用怕他们啊，你干嘛跑？对啊，他有框的话还是要跑吧？对啊，要不用跑、啊，他不会死啊，砍不死啊，他晚上又不会死，打不死啊，打不死啊，他就是打不死的西瓜。他白天要躲，罗大佑。看着我，加油！哎呦！哎呦！对，这四个我真的很好奇 CP 怎么搭呀，好好奇哦。哎、欸，对耶，好好奇哦，怎么办？哈基，我在你隔壁，快点！但是有个好奇的，在哪里？小心！飞哥。看着我，你的那个二零分心，你在哪、啊？不是，等一下，是他，啊哈哈，啊，等一下，你要记住一件事，好，我们跑，我们只要那个白下一个白天再把那个怨灵给刀了就可以了。哎，不是，不会啊，不是导怨灵，这样就游戏结束吧。这样也是结束了吧？怨灵不一定，不一定，没有，怨灵跟狼盖还会继续啊？哦，对啊，不一定吧？哈基，你是不是 CP？ 哎、欸，等一下是怨灵跟狼盖，哈基，你是不是 CP？ 但怨灵跟狼还会继续活着、啊。我觉得哈基跟巧克力是 CP 哦。好像是怨灵哎，不是我忍者，我是忍者。二零等一下，好，我们都是 winner 了。二零，你好混乱了。你看没事没事，我先发光。没笑死，我在哪里？哎呦，我也是很混乱。他没看到哎、欸。那个女的那个头上。哦、你在你头上。那你爬上去，我在下面等。好。你爬上去再用发光。他准备跳了。
欸、你用一下发光，你用一下发光。他跳了，他跳了。他跳了，他跳了，小心一点哦，他很快哦 ，Honey。Honey，Honey， 你上面那个叫做什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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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马来西亚话怎么说？二零，停！你怎么说、啊？哦，原来叫等一下。完了，完了！你再马一次，你再马一次。我会去下面切西瓜的。真的是永久发光、啊。切切切切切！哇、啊！物理收工，物理收工，来了来了来了！物理收工。臭 CP， 臭 CP， 哎呀，哇，臭狼耶！我来帮你砍他，你怎么跑掉了？西瓜，西瓜，留在最后吃。臭狼，臭狼，哎呦，臭狼，皮叔，哎，波波，你听我解释，我跟你说，皮叔乱赌，卢米太会演了，你太好骗了，你好骗，他好可怕。皮叔你太棒了！你为什么一直想要杀我？我要给你装备，我要让你当看看。没有，这就是你坏，对不对？还想吓我？你要你还把我的歌骗走了？准备给你装备的歌？哎、欸，很恐怖哎、欸！我晚上突然在旁边，我穿装备，我赶快唱歌，赶快跑走。我只是想给你们装备哦。嗯，非常非常，我又是那个啦，我又是 CP。哦、你又是丘比特、哦、想说再选一下繁星不好，而且我又是狼，我就直接哎呀来一个狼狼恋爱双狼啊，哇、哎、可是也是一个赌，因为就是有之中可能会有诈欺师、哦、我就想说不管怎样我绝对不会选 BOB 哦、嗯啊啊、另一个是 Lumi 我也选不下去，还是200好了、哎、问号，早知道你选我早就死真是棒、啊！觉得我们很好、啊。嗯，预言家好难过。预言家，你知道我被包夹哎、欸！我第一晚底下有两只狼，然后隔天晚上是左边右边都有一只狼，我不知道怎么办。直接哭爆！我就在下面接你啊！串串了。哇，这个真是棒啊！可以自选那个狼 CP 真的是很强，就直接狼狼、哎、超强，真的。来喽，再来喽！好，第一批各种得逞啊！啊，我先说，我是忍者，我是忍者，我也是忍者，我也是忍者，我也是忍者，我是忍者。哦，你讲，我就是你的影分身呐、啊！我以为你要，我以为就有一个人是大蛇丸。刚刚的巧克力是大蛇丸了、啊，我的天！哎呦喂、欸，哪有人这么好？哎、欸欸、有 bug 啊！我的车跑出来了，怎么了？我的车啦！哦，这地图有 bug 了，我出轨了！你出轨了？怎么可以这样？好，我真的是好人啊！为什么出轨？奈安呢？因为我第一天天空飞繁星，第二天选择二零吗？啊！你怎么又撞到头了？为什么他一直出轨啦？为什么坏掉了啦？也跟太多人了，不行！哇！你们上面怎么了？你们害我车出轨？怎么了？为什么？你怎么一直下去？我觉得他是怪怪的。你是不是害我出轨？哦，你是指那个出轨哦？我想说，我听不懂。我车子啊，车子，车子真的出轨，你的技能坏掉了。切切，切切。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哎、欸，你们上面的，我的上面是一只狼跟一只怨灵啊，真的假的？啊？你刚刚谁在你旁边啊？自己？我刚刚没注意看，我一直看你。你不要一直看我啦！完了。那就是有事没事查波波 ，B O B O 是狼，我是预言家。好。可是我才是预言家哎、欸。你有？哎、欸，哈基，哈基还在那里吗？哈基？没了，我刚隐形跑掉了。你看大家他们是三只狼在下面。哪有？没有，没有，哪有？没有，没有，还有一个怨灵在那里了。没有，啦啦啦啦，一个狼跟一个怨灵哦。耶，这是谁？我跟你讲，谁在下面那个出来是谁？
我吗？我是披着羊皮的羊。披着羊皮的羊。Lumi 是怨灵。Lumi 已经死了。欸、管团你是还不是啊？刚刚看 Lumi 被打，为什么他没有死？杰克，我死了。那个 ，biu biu biu 是狼，我刚刚查了。就不是啊。杰克，过来一下。啊，你不是你打我干嘛？你干嘛干嘛？你干嘛干嘛？打我！你打我！你打我！我要物理操纵你哦。为什么杰克？打物理操纵啊！你们刚刚就看到前面有一个在那边。那个白天之前哈，变成一个、女巫是谁？是团团吗？我啦。团团吗？好、，OK。我刚刚有看到啦，杰克。啊 ，biu biu 不见了，你要知道他两票，他两票没有在跑啊，他两票。biu biu 他晚上在刀 Lumi， 然后他说他是怨灵，他想锤死我。他想锤死你。欢喜不要走、哦，我快死了，快死了。biu biu 是biu biu 死，是biu biu 是，不是我要被他打死了。你跑了，又回来了。小心哦、喔，还有怨灵哦。黎叔是不是你？啊，不是啊，我在那个女人头上。女人头上，又是女人头上，是不是？对，看得到黎叔，看得到黎叔。作者，为什么我这么的受欢迎？那黎叔，你觉得谁是怨灵？我觉得。嗯，不知道，真的是太受欢迎了吧！我的天，我的天，二零零都不怎么讲话，没看到，有看到二零零，我可以查你吗？二零零，可以啊，证明我清白。团团，你有看到我哈？我有啦，二零是狼人，证明我的清白，我证明我的清白，我证明我的清白。飘到了，这是谁？小雨，小雨是狼，小雨是狼。我是隐形在他后面，我用人数隐形在后面，然后睡，马上。他既是好人，他既真的是好人，所以是小雨。可是我们是不是还没抓怨灵啊？还是狼啊？怨灵应该还活着。对啊，那这样的路哦。可是你们之中有 CP， 你们也很可怕。小雨是什么？哎 ，CP。你是 CP？ 这里。好，小雨刚刚在这。小雨在哪？他想要上岸，通通通通，我找不到路，我找不到小玉啊，我也找不到他哎、欸，迪叔你这个臭 CP， 迪叔帮小雨，真的假的？迪叔帮小雨哦，对，好凶啊！那你们记得二零也是狼，嗯，那你们要确认那个怨灵，走开啦，二零都是最后一狼喽。我下来，在那之前，哎呀，我靠！对呀，是呀，那就没事啦，那就没事啊。安静，我在下水道游泳啊。好难玩啊！就没事啊，一个秒差。哎呀，游戏好难玩啊！哎，那个底下是。这个底下有点危险啊！哎呦，好恐怖哦！没事啊，那底下就200啊。好啊，反正 CP 抓出来了，我们就不怕了。没有错的，而且我刚刚还叫迪叔跟我走，然后他就跑。我还想说，有可能是团团哈记。没有啊，我两个，因为你读杰克，其实读错了，你读错了，真的假的？我是人鱼。哦，是哦，我只是想要，我要探是谁？没关系，至少知道他在上面。我上去，你在楼下等。又在楼下等，换角色，互换了。他会跳到炸虾上。我有点迷路，炸虾上等他。你去炸虾。来呀！我上不去。对啊，二零我来了，二零不用怕。204我啊，我 CP 啊，你忘了吗？是每一次我啊，你不要忘记我。你是谁？你是谁？下去，他准备下去，他跟你拼了，打死他，跟我拼了，打死他，跟你拼了，好像有点难。我选你，就在上面，不要掉下去。这是一个，没关系，你是女巫，你不会输给他。这是一个赌注，好啦，你赌一下啦。我觉得这个赌注也不错啦。赌注，白头妹妹。那我要走了，拜拜。要走了。好。哎。
团团，杰克是人鱼哦，我人鱼啊，我发现刚真的差一点血哦，然后刚我被你读了之后，二零很傻眼，哇！哇！又把我挡到，好爽哦！超毒！不是啊，杰克你太凶了，我只是稍微怀疑你，你就要拿刀准备打我，那我一看就觉得你是狼、啊。可是我接近你啊，可是我只是你说我过去，我说哦好过去。我也没想到砍下去，而且这一场我两次跟那个狼对赌都赌赢了，好爽啊！好可怕、哦！赌赢，然后又赌零二零零。好讨厌哦！赌、博有迪叔，迪叔你还有什么好说？迪叔没有，要保护一下嘛。对，他是对我选择的大旗海人。那小雨，你是不是不想选择 B O B 哦？是这个吗？不好说，我怕死太早了。然后又想说200上一场 C P 过，所以才选另一个，对不对？我考虑了一下，选迪叔好了。迪叔还在上面说：“巧克力看我，我是好人。”我说：“哦，好好，跟我走。”他是好人啊，他是好人啊。可恶，臭 CP！ 哎，太难了。我要当好人，立志当好人。这场超狂运，而且第一天其实不晓得要查谁，就想说啊，那就 BOB 好了。随便查啊！随便查，那个哪是随便查？随机的啊！有。来，那接下来刺激一点哦。道具模式，好好。现在呢，它道具模式也有改，就是白天跟晚上那个点位都会重置。哦，对，所以不会说你拿了有没有，你就要等到下一天。它白天晚上都会重置，晚上可以再拿一波。对，因为过往那个玻璃现在也都比较难拿到啊，几乎改了之后都还没有人收集到，那现在应该比较有机会喽。好，好，基地又调回来了，道具可以好好搜搜。那一样还是有 CP 哦，要小心呢。好，好怨灵。那我们来雪地啊。好啊，好。哎，对哦，怨灵只要合出来就。直接赢哦！啊，好人的话合，你要在怨灵死后才可以合，因为你合出来是狼都灭了。嗯，对，所以你要确保怨灵 out 啊，狼的话就没差，因为你合出来，就算怨灵还在，就换你们去砍他，人都会直接死。温开水哦。OK， 那就雪地走起。就关键就是人类啊，人类要确保怨灵走了才可以合。嗯，好。怨灵晚上的时候，他可以隐形到处重重搜欸。对啊，对啊，嗯，对，所以怨灵都可以重重搜。怨灵真的很强，尤其他只要一合出来，他就毒赢了，很可怕。我有玻璃，玻璃，我有眼泪，玻璃。玻璃，你这间，玻璃，你这间查了些什么？你把我的都拿走。我这边有明显回顾，明显，他骗人，他起码拿了三四个东西，他怪怪的，三四个明显回顾，两张明显回顾啊，怪怪的，投他，两张太怪了，我送你好不好？我送你，我不要，我不要，然后我送你离开了，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快反啊，哎。我死了就反反反反死了就我 CP 抱团抱团好抱团来啊来啊来啊来来来来来我按你了，发现鸡腿你可以按哦，他没有他还是哦有吧有啊有重置有重置有刚刚点怎么了吗？没有，因为刚刚过去马上看到路米斯狼我这边有路米斯狼路米转头了路米斯狼。我没有，我在拿道具啊，季。是吗？你怎么真的？我刚过来抢那个抢道具啊！你相信你的直觉，你相信你的直觉，你相信你的直觉，相信直觉，我就相信直觉就对了。对，最好成功，可以合了，可以合了，成功了，我玩不到，人家太妙了，可以合了，可以合了，所以现在人跟狼都是一样，合出来就直接赢喽。气死我了！哈尼，你在哪里？我看到你了，在楼上。我在把上面都搜光了。哎，来来来，很好搜哎，就是狂搜。对啊，早晚还蛮不错哎。真的真的，怎么有些点没有那个？哎，对，
我跟你讲，我是预言家，我上一晚把转盘给查封。好啦，我知道啦。还有人跳吗？还有人跳吗？不然就信哦。然后露米是狼哦，露米，他道具好像是，是啊，我都没有穿装，有点随意重置哎，不是每一个都重置。对，我刚其实有看到一个是红的。没有贴，露米在屋顶上，露米在屋顶上，要砍他吗？请问，砍，我在专心收道具。我觉得很难，这给你，这给你，这给你，我相信你了。我可以拿眼睛贿赂你们吗？杰克，我可以拿贿赂你了。啊，露米，你把眼睛拿眼睛交出来就好了，交出来，交出来。不行，我觉得杰克虎视眈眈的，我觉得很可怕。你再不叫我就砍了你。不行，等一下，波波，你不要过来。你丢，你丢，你丢，丢给我们，丢给我们。他已经太晚了，哎呀！哦哟，哦哟，哦哟，失败！哎，这小姐对不起啊，没关系，我们去旁边哭。有没有有没有那个眼睛？眼泪换眼睛很便宜哦。我没交出去啊。你们想要眼睛吗？我刚刚刚也有，刚刚也有，拖在死人身上。救命！死人身上在哪？我在温泉会馆，我在温泉会馆，温泉会馆。那个，来来来，你靠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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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我。啊，没丢到了，笨蛋！快跑！他往我路走，往我路走。我被丢到，我怕水了啦！擦眼睛，擦眼睛！啊，他那个还在习惯呢，还在习惯旁边。啊！他加速了，他准备加速喽。哎呦呀！这个是谁？过桥了，过桥了，河道，河道。迪叔，你有什么好说的？迪叔，迪叔是哪？迪叔是谁？迪叔，迪叔是谁？迪叔是谁？迪叔是谁啊？迪叔是谁啊？迪叔在哪？迪叔是谁啊？迪叔是谁啊？有没有眼睛？有没有眼睛？直接把他弄死。迪叔在这是哪？中间哪？反正偏中间，偏中间。哎呀，我这边就缺眼睛，缺眼睛。没有眼睛，没有眼睛，没有眼睛。我都眼泪啊！我有泪，我有两滴，你可以，我可以给你一滴。啊！阿静，你有没有？我有珍珠。你说你那个伤友，你有珍珠？哦，碎碎碎。可是你是什么人？他是好人，他是好人，他是好人，他是好人。啊，你还有玻璃吗？再擦两块。我不确定哦，我不确定哦。你能确定吗？不要，我不确定哦。你要打包票哦。下一碗，吃下一碗，我就先下一碗。迪叔，还是你把材料给 Bobo 啊？对啊，给我就给 Bobo。真的好人也可以，巧克力喝太久了，不是我刚啊，喝出来了，你是狼啦，你是狼啦，啊对啊，你拉狼队的哈，喝不出来啊，太棒啊，你看你给他，忘记你保他了，我相信你，不是我忘记狼可以拉狼了啊，因为我完全没穿衣服啊，我一直在收道具啊。然后不穿衣服。我一开始直接就跟你讲说测试道具，然后看到团团被超度，我想说啊，那就没差了。没有，我刚本来想要拿药直接丢你了，因为你不给的话。哦，我想说不砍人了，直接弄道具。哦，看到便利贴，看到皮肤被弄，都不管，不帮他们。刚刚想说好像缺一只，对，对，对啊，缺一只啊。想再反击保他，我就相信。我也很相信啊！在一晚嘛，对不对？对啊，哎，我在反击旁边完全都没有动刀啊，我多好啊！坏人，坏人，我就觉得你怪怪的。尸体在别边啊，我在繁星镇啊，我一定好啊。嗯，你好坏。哎，这个道具刺激哦。反正要不好，关键其实还是有怨灵啊，怨灵被弄走就方便多了。嗯，算了，不给了，不给了，不给了，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来，不给了，我真的是好啦。我不信。Oh my god! Oh my god! 我的天哪！安娜呢？怎么了你？其实角落的那个屋子还蛮多东西的。嗯嗯。这有什么？我刚刚那个楼上就有三四个点位，只是他没有全部重置。怎么全部都没有？开场还没有好的哦，好烂，真的假的？对啊，我刚第一个进屋子啊，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是随机重置，就每轮可能重置个一半这样子。嗯，
哦，暖团我有 UR 哦，我都 R 了，烂。那你说 UR 是杀人键吗？还是什么？等一下，你靠过来就知道啦。UR 斧头 ，UR 斧头 ，UR 黄金斧，不管 biu biu 在哪，我就直接砍他了 ，biu biu 啦。不要，我真的，我要在白天砍你，这样才以示自己的清白。我这个身份，我朝思暮想了300年啊，终于当到了。完了，哦、他唱歌了，gas gas gas， 不舒服不舒服，他唱歌了。哦，哦，来。狼人过来吧！怎么会有这么胖的人鱼？啊哇！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啊？又你们，又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今天是怎么回事？你们两个坏坏，一直搞 CP， 真的夸张！那我在后面啊，我看到后面后面树上树上。又露米吗？又露米？你怎么在这里啊？我有这个，我有水哦，又有水拿进来的。至少我们两个都不会是怨灵嘛。你要怀疑是狼，就再说。好，啊，怎么都没有亮亮啊？啊，怎么都没有狼来找我啊？我觉得狼也在收道具。我也觉得他在收道具啦。嗯，怨家可以从我跟哎、欸，还有怨家吗？啊、他们对不起，有一点场外，但是露米是狼。我是，反正就是技能看出来的嘛。我是预言家啦，我是预言家。我刚刚查 Bobo 不是狼人。哎、欸，查我干嘛？来，我来讲一下。我想说赌你是那个。好，欢迎你讲。阿静是什么？你不要讲话。因为 Lumi 在我旁边蹭来蹭去，我觉得他很烦。Oh. 然后我就在他乱跑的时候，撒瓦鲁的加入，他突然原地不动。我觉得人生很难。你在哪里呀、啊，妹妹？你用的道具真的很厉害。不要乱用道具啦。我不要玩游戏了啦！想说整场没发光啊，玩一下。等一下，我不玩游戏。卢米啦，你在哪？卢米跟着我啊，卢米。在山顶上。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人家在不要吵。他刚收了很多东西，他自己也怪怪的哦。哎呀，我在他后面准备要唱歌了。看卢米，说不定趁现在把他道具都给队友看一下，他靠近的人一定是坏人。嗯，把心是坏人啊，刚才对面。哦，对啊，对啊，对啊，哦，我是坏人啊，我还很胖。我就是坏人啊。哎，你是在找我啊，坏人？不是啊，我那个明蟹会顾太多了，找不到东西。我也觉得超多。哎，请大叫，请大叫。团团，他穿衣服了，我来了。有，就是那个妹妹。对，就是妹妹，你不用查他啦。我让我杀个 BO BO 就好了啊！不行，我们还有怨灵在，大家的心愿。我们还有怨灵在，不行，不行啦，不行。说不定 BO BO 就是怨灵，他既不是怨灵，他既不是我看到他。你没有唱歌。满天星星，满天。我们是不是没有人看到200？嗯，哎，我好像知道谁是怨灵了。真的。哎呦！哎呦！太行了！太行！请给我 MVP， 谢谢。好，杰克是怨灵，我能走，我能走，可以可以。杰克是怨灵，我能走。露米在哪？露米在哪？真的是我。你才怨灵哈基。我跟你讲，我比较相信那个啦，哈基啦，因为我刚刚前一晚查的是哈基，哈基不是狼人啦，他没有。在那个，那杰克你是什么？哎呀，杰克不是啦，睡啦。等下，露米在这边，我们好人可以一条心啦。小露米啊，团，我给你，我票掉了。露米，我票到了，露米，我票到了。你就缺玻璃，我没有玻璃。我只有一个。我有眼睛，我有眼泪，我有眼泪。我先把那个露米，你在追谁啊？我帮你。哎呦，团在哪？又啊，团你在哪？后面玻璃，团你在哪？团你在哪？等下，我在许峰那边。好，这都给你，去你家，给你，都给你，都给你，这个也给你，你最后不给你。哎，要许我，等下我都被，哎呦，我被玩的白痴，小心小心，那个地完蛋了，我完蛋了，你他自己查了嘛？他自己查了，我在你后面，我在你后面，我停了，停了，停了，二零是狼，二零吗？什么？我在找东西耶。你看这绕一圈，繁星是猎人，他拉了我。哈基波波，你就查了，我是女巫，那就200了。你说的是对的，你说的是对的，是对的。20是对的。20在哪？我唱歌给你听。20，
你喝得到吗？你喝得到吗？一直落大油。我没有东西，你不能死啊，团团。奥利，你无敌放下。我放着啦。你有七块？你有七块？啊！我丢不掉，丢不掉到你。哎，没关系啊，我们早上杀他就好了、啊。完了，二零完全看不出在哪里啊，二零。OK， 我是他在那个，他在远方，他远方。他拿一瓦鸡腿棒棒在那边秀。哇！二零，二零，你抓不到我、啊，我就拿着、啊。二零，你在哪里？他在角落，他在角落。哦，好。那、啊、他吧，团团你可以喝了吗？我在这附近，我还不行，我还去玻璃，我还去玻璃。来，来中间，来中间，我给你三个。你来中间，你往那里，我往另一边走。好好好 ，OK。等下，可是我得想去找二零玩一下。哦，好、啊，那反正给你嘛，你不要死就好了。好好，二零在哪？二零在哪？波波有看到吗？没有，这边没有呢。二零、啊、还在这里，还在我这。波波回来，波波回来，哪？在哪？在哪？矿洞再过去那个山上吗？他掉下来了，波波回来。往中间，往准备往中间，中间中间啊！发现你往中间，发现好好好，我们包他包他，可以结束这游戏了吗？你不要动啊！你不要动啊！你不要动！我干嘛？我有变人器啊！二零在哪里？你刚刚巧克力啊？没有，我他没有用，因为我有棒棒可以挡一次。我拿神器，你赶快去做吧！你赶快去做吧！你赶快去做吧！快跑！快跑！快跑！没事没事，大喊就好，大喊我暂停。好好好。我忘了，我可以读。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在中间了。我唱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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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歌。我找不到那个啦，你找到防撞台哦。讨厌你们。对啊，在那个，在那个，出海口那附近有。出海口，这个温泉会馆吧。哇，这个人鱼很嚣张哦。人鱼超嚣张。这个人设也很嚣张。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是这里吗？这不是出海口，这边我看一下，我试试看好不好？你是啊？啊！试试看好不好？当然是好啊！我终于当到人鱼了，太棒了啊！我靠！我 MVP 要访问一下，请问丘比特是迪叔吗？觉得是哎。那迪叔为什么你不选 Lumi 或二零零？对啊，我想说。我们上一次就狼养了，这次应该不会再狼养了吧？只是那条你不是狼，我知道。你怎么知道的？应该是被狼杀吧？不是吗？是哦，你是被怨灵杀掉哦。对，他拿那个应该是圣黄金，拿圣剑直接砍你。哇，好凶哎！哇，很凶。然后就把怨灵砍一下好了，就把怨灵传过来啦。这个怨灵好凶哦，还好繁星有抓住怨灵。真的好险，猎人好强哦，猎人强了，猎人如果抓到就很强的，真的没办法。哎，还好你传过来砍我。怨灵如果都躲过，然后只要合出来，他就真的是直接就。真的，这很刺激哦！二零，我的歌好不好听？啊？我都晚速，我都晚速了。他说不好听，再来。他说我刚刚都忘了读，可恶！刚刚差点就给二零零直接读上天，好可怕啊！升天，有些都不会升天，对对，有些不会有，有些都没。对，我觉得他应该也就重复了一半。嗯，我是好人吗？固定点，然后充值一些些。我好到爆，你好到爆，你好到爆，真的很害怕，林叔到爆，都已经爆了，都爆了，要爆了。我又跟繁星在一起了，哎呦喂啊！我觉得他有问题，我好怕，我要去三楼。哎，三楼才是关键，三楼才一个，我刚就扫这边才一个。哎，怎么都没虫子？这边有四个啊！垃圾丢我满树腰，他很多都是这样，很奇怪啊！不要，你们这栋房子好可怕啊！我是看到，哎呦，差点就踩到缓速药水上面了。繁星干嘛？你我死了就是繁星，他靠我很近。杰克也在附近啊！我走了。繁星，你干嘛？太口水了吧？口水太多了吧？好口水，是多大哟？看着我，低速二零，
哎，干嘛？玩一下嘛。臭臭臭臭！巧克力在偷窥。对啊，我要看你们是怨灵呢。哪里？我是。我感觉我会不会是反向？我在收集东西，而且我不是。等一下，我觉得。笑什么？哦你说你们那边小心哦，说不定狼直接刀爆你们。可能是波波啊，用我莫名其妙，白天了白天了。哎、欸，中间刚刚有无敌、欸嗯，你被追哦。哪有无敌？嗯，哎，谁开无敌？刚刚看到有无敌、欸。你居然，他会重置的，好像也是固定那几个位置、欸、嗯，就剩下的好像只有几个会重置，是假的哎、欸。我觉得等一下查可以往房心那边查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刚刚跟迪叔二零还有 BOBO 都可以看到彼此。我一直都在屋子里，我还是有人看到了。屋子里所以没人看得到他。我太感动了，你第一次终于进得我了吗？这样子，终于没有。我只是说你不是怨灵，但你是不是狼就不好说。哦，好吧。哦，好吧。杰克不是，我刚刚白天看到杰克。最闪亮的吧？你为什么拿我的？等，快要晚上哦。繁星，那你不要走嘛，你在下面等着啊。来啊，你不要动啊，不要害怕啊。我可以看看你。等，看美丽的脸庞。我都是防狼喷雾啦。全部都是防狼喷。哎、欸，真的，繁星也不是。你在质疑我啊？太专心在收东西了、啊、他就只有这几个位置啊！小雨是狼，小雨刚刚过去的是小雨，迪叔小雨跟你白心迪叔你们两个太痛了，我怎么死了？我太难过了，小雨把迪叔给砍了，不是我。你刚刚就往那里走、啊、哪有，你有看到我完了还看到谁完了、有两只狼到旅馆咯，对、欸、狼你们知道你们那个院里没人帮你们啦，院家是死了，院家我是院家啊，刚刚我查繁星，繁星是狼哦哦，那繁星是狼，他说谎，然后我看一下这位球会感到底温泉会馆有两个人啦、啊，对，温泉会馆，温泉会馆，哪一栋？那个杰克哈团，你自己选。小雨，我觉得他是狼。嗯，杰克刚不是有团呐、啊，团呐、啊，团呐、啊，没有，我是诈欺师，不然我现在身上三个玻璃，一个眼睛都给你们啊，好要不要？来啊，你过来、啊，过来、啊，不要不要，你过来呀、啊，听起来超恐怖。我是那个忍者，我跟你那个，不，我看我是他，不会是怨灵。那个啊，杰克，来来来。好可是直接快到了，你快走、哦！给你啊，给你啊！我每第一天死，刚刚、啊、晚上死了，你不要逼票，我都给你了。不是我票了，为什么我票了？上面是谁票了？我刚刚的我也没逼票，谁啊？谁？有点票啊！哎，有没有死？那没关系啊，是有没有死那没关系。我不能先人跳啊！那到底是谁？白痴！天天已经出来了，你们先人跳干嘛？莫名其妙哎、欸！但是这个结果我也是蛮开心的啊！啊，是你只是喜欢看我死掉而已吧？啊，对啊！啊，有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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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啊，狼人别来啊！嗯，救命啊！OK。你干嘛？你干嘛？你诈欺师吗？嗨！你吓死人啊！不是，我看你化妆，我觉得好有趣哦。哎，干嘛啦？我还是要做好万一。小雨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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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了！小雨狼，那你杰克，你有确定有看过哈记？我还没看阿纪啦，我是看昨天晚上。我跟你说啦，我跟你说阿纪是狼的几率在八成，然后刚刚一直想要追你去票你啊，杰克，他没票到啦，他真的去票他、啊。好，那小雨我觉得可以先票，因为晚上也没见过小雨啊。
可以啊，可以啊。你们晚上有见过哈基？我刚刚是有看到一只狼刚敲了我一下，不知道是。等一下，你们晚上有没有见过哈基？我有看到他，我跟杰克互看啊。没有啊，你互看，搞不好是你是不穿衣服啊，你要靠白天自立跳人啊。我是怕怨灵啊。可是没有，我那时候没看哈基哦。没有，哈基晚上有露脸，有露脸啊，有露脸，有露脸。哈基，你露脸了。哈基露脸。我还是很妙哎，大家都在这。啊，没办法，他们在远方啊。你可以再查查哈基。再查一次啊，因为还没有。那怨灵有可能 Lumi 直接死啊。哦，也是哦，对啊，你看的，还说什么看到了，看个头啊！你是我刚真的有看到他，还是刚好切到白天的时候啊？还好我没有票小雨，拿着圣剑在追杰克啊！哦，你拿的是另一把刀哦。小雨，你上不来啦，你到底参加跑酷班呢？哎，他上来了，不要！他等下砍你怎么办？不要，到底。他掉下去了，他掉下去了。小雨不要了，不要了，你不要坐在这了。小雨，那个是 BOB 哦，那个不是小雨。你沿路狂丢啊！我捡到五瓶啊！等一下，小雨，小雨，在这附近，在这附近，我也在这。完蛋了！小雨通气王在哪里？在屋内，屋内是吗？没有啦，没有人看到我。不是，那是你。我在躲猫猫游戏。躲猫猫，打不赢就加入，打不赢就加入。哪里？他刚刚跳到冰这附近，然后就……不是，我觉得他就一路跳走了。可是我例子没有玻璃吗？你有玻璃吗？没有，我八张没有，但我眼睛跟眼泪，我没有玻璃。我有眼睛有眼泪，但缺玻璃，缺玻璃呀！哇，我们都不玻璃都在那个啊 ，B O B O 那，我们都不拿玻璃了。说你讲什么啊？你没有抽到，那你没抽干净。靠不啊，躲猫猫啊！晚上还出没了，怎么会躲啊？晚上还出没了吧？出没了，出没了。太会躲了，不是的，那是没恐怖啊！是啊，真的很恐怖哎，我都没什么砍到人，就你们这边。你啊，他躲在最角落。哎，他连着那个冰有没有跑到最角落去了？哦，好强哦，躲在那边。是吗？哎，那不是他那边。哎呦，吓死我！你是不是？你是啊，你吓人啊！哎，我怎么？哦，没事啦。怎么了？怎么了？怎么是这个？这很难打。我怎么是这个？这很麻烦哎。哈哈哈哈哈！他砍到了，他砍到了，那个很麻烦呢。巧克力，你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也没办法，没有办法。有，他在那，来啊！白天，哎，会持续发光哦，这三个人呢？哦哟，烂了！是啊，什么烂东西啊？白天干嘛要发光啊？死了！熊屁熊，熊屁熊，哎呦，恐怖死了，恐怖死了，恐怖死了！那个在跑的是谁啊？别再跑了！前面那个，恐怖死了！前面那个，恐怖死了！我的天啊！不要！谢谢。哦，有人拿了那个，还有那个，好猛哦！烦你，哇！我超多罐的，你干嘛把他打走？我三块了，拿去了。哎呀，留掉了，拿去了。我有八张明血惠顾了。哇，尝尝我们的两根棒棒啊！我要死掉了啦！我棒棒打到坏掉了，为什么？你们帮我坏了。然后普通也会坏吗？太难了。你为什么要选我？我跟你说，我今天这个恋爱大使跟我在一起的都会死掉。这两年不太好、OK。失恋大使吧，超危险。所以是迪叔你选的。对。哇，迪叔也是很会当哎、欸。对啊，真的。你很不想赢哎、欸。你很会选跟你异地恋的人呢、欸。不是，重点是他
自己死掉，拖我吓死了。他被我杀死了。没有没有，他猎人啊，其实他是开枪也没有射你啊。哇，迪叔，你今天都谈异地恋啊？对，很辛苦啊，迪叔。辛苦呢。哇啊，刺激。好难玩呢、哦。好难玩哦，好难玩哦。今天不适合当坏人。真的不适合当坏人。那我们那个丘比特的休息，好不好？好、啊，好。我们接下来可以来一点特殊的。带我调调，好的，好。广告时间，九点广告，等。哦，哦，是不是全部的什么东西之类的？全部都零，然后一堆怨灵。哦，就是一堆怨灵嘛，一堆怨灵。没有，这个是特殊的，特殊的好人方玉女。预言家、女巫跟诈欺师、嗯、三个狼、嗯、四个怨灵、嗯、所以你好人好人好人很 QQ， 可是你就反过来想，对，狼人你不能乱刀预言家，预言家要帮你找怨灵哦、嗯、女巫算是一个打狼的一个牵制的手段，嗯嗯嗯，可是这样子试试看、嗯、狼人最主要是干嘛找到怨灵啊，那臭怨灵有四个啊。如果场上只剩怨灵跟狼的话，是会结束吗？会继续，会继续，会继续，刚刚继续，刚刚刚刚也有过、啊，就是要杀到一方结束为止。嗯，怨灵会吃掉狼，就是四只怨灵反票回来。对，四只怨灵反票、啊。可是怨灵不会知道彼此是谁，所以怨灵要团结也不好团结。嗯，也是啦，就白天有可能好人也都说我是怨灵。保护保护层，对，我们试试看，有问题再做调整。好、啊、好、啊嗯，那就来美术馆哦。美术馆、啊、要知道，狼人你刀太快，有没有？你把人都刀完了，你最后就是三比四，怨灵集火很可怕。嗯，所以狼人要看看，看看要看看，要拿捏，来要拿捏。啊，怨灵哦，白痴哦，哦都是怨灵、哦哦哦，我觉得 biu biu 真的是怨灵，怨他怨他查他查他了，赶快查我啊查我啊查我啊！哎、欸，等一下，我爱的小屋，躲大家躲进来，这么多人，算了算了算了，全部人同一样的地方，这边怪怪的，太多人了、欸、太多人了，是不是不想要被看到什么啊？突然看到啊，人消失了。都不见了，对啊，会想要避，会想要避免大家，对不对？不要不要，你是怨灵，你就是了。是啊，怎样？你说，因为我们，如果你真的怨灵，很怕嘞，对不对？你说你是有问题，我哪有什么问题？不要冲过来，二零二零看到我，而且二零躲的地方很有保护色，嗯，保护色。很奇怪哦，很奇怪哦。说很灰吗？嘿，很灰，很黑啊，很黑吗？灰啊！乌漆嘛黑。嗨，你好，白痴！有人抓到怨灵都不在这。biu biu 不是怨灵，好可惜哦 ，biu biu。可惜什么？好可惜哦 ，biu biu。我看到，我觉得妹妹很安静啊。对啊，妹妹有点。就没人帮你查咯。我哇哇哇！那你查了谁啊？哎，真的是。我 biu biu 是狼啊。啊，我是怨灵啊。我刚刚就查啊，我已经升天了。哇哇！怎么办？好有好有趣哦。那边怨灵。对啊，哎，怨灵只要集火，票都要 biu biu。哎，有人直接投我啊！有人谁这么暴力啊？是谁票你啊？你们那边怎么了？你可以投票啊！哎呀，会怕吗？你会怕吗？我不怕，我怕。看到人我都怕。还是你是你是怨灵，所以被弄了。那我觉得我们哎，小雨，我们送这个人下出去好不好？这个吗？他都一票了。哇塞！哇塞！哇塞！
直接送出局了。哇，这是保民欸，怎么会这样？哇，他都留一票了，他都留一票，让他干脆一点，我打下。哈基，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要盯着他，我看着他，他走。小雨在三楼，他在三楼，三楼那个海洋区，他躲在角落，然后这方块。你要死掉了啦！开的。声音。完了完了，那个怨灵要出来得逞了。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玩真的不晓得会如何。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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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可以知道是好人方会很难过。真的，对耶。哦，等下结束再讲。怨灵大乱斗啊！哦。大家都在找怨灵，很明显啦。杰克小雨嘛，跟包包小雨是哦，杰克小雨是吧？我不知道，小雨很安静啊，小雨安静，小雨确实是蛮安静的，没错啦。杰克啦，杰克，杰克怨灵，杰克也是，杰克也是，二零是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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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哪里？是二零，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你的吗？是迪叔，迪叔，二零在上面，迪叔，迪叔刚刚隐形的，是迪叔啊？是吗？不是迪叔，迪叔刚隐形的，没有，迪叔是显形的。对啊，二零一直是隐形的，没有看到你在，迪叔一直在我们旁边绕呢。二零，你需要多一点票。我不要。二零，你的眼镜露出来了，你的眼镜出卖了。哇，二零过来。二零，你的眼睛出卖了你的心。打我，打我，打你了。打我，打我，打了。我去上厕所，太可怕了。怨灵没人权了。小雨是不是很可疑啊？他最后打我一下。没事嘛，砍了一下不会怎样。他砍了你，怎么就不见了？对啊，你哪里跑去啊？小雨跑走了，不好看一下我在那边吗？我当时跑走了。你跑得可真快啊，小雨！你不用怕，超快的。有什么怕？你怕？你恐怖是谁？我怎么？小雨，小雨，啊，也是哦，晚上不用怕。对啊，对啊，晚上不用怕。也是啦，晚上只有你们需要怕呀。也是啦。抓他，抓追他，追他，对耶，三只狼追一只就好了，对不对？哎，有两个追他就可以了啊！追丢啊，他更下去哦！彪彪，你看到吗？他上去了，他上去，搭电梯很卡哎！上等对，刚刚好像有读取陀螺还是什么的，电梯超卡的。有啦，这边有一个啦，这边有一个啦，这个啦，一楼吗？一楼吗？一楼大厅有一个，是小雨、杰克跟团团。嗯 ，Are you sure？不是我刚看的，团团应该不是。我有看过迪叔、波波跟巧克力啊。哎，杰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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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团，迪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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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迪叔杰，安心睡。迪叔你在哪？哎呦，团团，迪叔，杰克在哪？干嘛？迪叔，干嘛？不是你，不是，睡睡睡睡睡，打我一下，打我一下。不行，他来这里我会卡。你又开始在玩那个，是不是？你又在玩粉，电梯大战，要玩电梯粉。哎，切西瓜，哎呦，切西瓜。讨厌你，讨厌你，讨厌你，我很香，你很香。团团小雨，没有啦，是巧克力啦。巧克力啊，巧克力啊。不要游泳了，这个是谁？不要游泳了，你干嘛？你下去，我死你就完蛋了嘞！哦，那等一下再杀你，那等一下再杀你。你要留到嘴边慢慢吃懂吗？啊，
哦，那就剩，这就先剩，对啊，那就剩剩团团。保护我，保护我，保护我，保护我！有人保护你，保护你，保护你，保护你！他们在楼上，狗屁呀！对呀，狗屁呀！我等下再用亮亮，我等下再用亮亮。哦，亮亮没了，我再用亮亮。我有总统级待遇，真的。我在用亮亮，有亮亮亮亮，有亮亮，有亮亮，有亮亮，能亮亮亮。到底在玩什么啊？到底在干嘛？快点把旁边杀一杀，旁边杀一杀。等等等等等等等，波波没飘到，刚刚汉红跳去，汉红跳去。然后我的剑被吃掉了，被吃掉了。你有打到？刚回太快了，你回太快了。刚刚我跟小雨也是互跳，完了。天哪！我宝，他躲猫猫哎！宝宝宝宝宝，你们就把人数变成三个就好了。对对对对，是啊，小雨也是啊，小雨平均一点，拉平均。哎，对耶，哎，小雨是吗？哎，反正小雨也是啊，不是我啦。团团啊 ！Interesting。不是啊，一开始预言家死就很难玩喽。团团呐，团团在哪里？小雨跟巧克力，团团呐，小雨跟巧克力。哦哟哦哟，我突然觉得我两边都不是人了哎。哦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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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团没有，你没看到吗？真的是没看到啊！我看到楼下还有，楼下一楼楼下，嗯，有吗？有。啊、哦，不对，我、哦、是你啊、哦！哇，哎、欸，啊，白痴，他冲我跳下去，他在二楼。哎、欸，我是不是一直这样跑游戏就不会结束啊？等一下，没有，没有，就发没有发过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白天再试一个就好了、啊。可以找到你了。白天一直不出现的话，哇，用光了，快结束了。什么东西？什么用？还是要刀我，然后你们去杀他？我在大厅，不行啊！不要啊！不要、啊！这样子，如果弄不好，他得逞了。不会啦，我只是一个怨魂而已，对不对？没事啦。美术馆闹鬼啊！寻找，寻找，迪叔，你有没有看到他？我正在寻找。迪叔，你在哪？我在那个很神秘的洞。哪里？神秘的二楼吗？神秘。我们分开，分开找，一定可以找到他的。他应该是蹲起来。哎，对，迪叔，那个洞有可能他在那。哪个洞啊？我怎么都不知道、啊。等一下，就是那个洞啊。那个洞啊？哪个洞？没有，他没有在洞。为什么啊？为什么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哪个洞吗？那个洞而已啊。你去过吗？你知道？那你知道世界的体贴吗？我不知道哎、欸。世界的哇！我真正是不知道、欸。那你知道生活的意义吗？嗯。哦，生命的转经看来你也不知道，真的很难呢、欸。对啊，这个会比较难一点啦。哇！还是一定的天数就永久发光？我觉得可以耶、欸，可以耶、欸。好啦，我等一下不躲了，我等一下站出来，我直接定高机，可以永久发光啊！就定高机啦，定高机啦，定高机啦！我们这，反正我们这，我来了，我来了，然后绕跑，然后绕跑，我怕了，你们太多人了，人少一点我就可以，干嘛？哦哦哦哦，你走，走开，不要追我！是不是该全体发光？哈基可以准备哦，白天就全体发光哦。好，他在哪？哈基，我帮你。嗯，我帮你。他在这，他在这。哪里？哪里？哪里？他在二楼，有粒子效果，我跳下去，跳下去，花上面。体贴，体贴。好像又跳了。有了，耶、yeah, ！发光发光，他又上了，他又上了，哦他哦哦，电梯这边真的好卡，我的天、啊！真的假的？你们会卡啊、哦？会卡，离电梯远离电梯的。还有三楼，还有三楼，还有三楼。我远离电梯。哎、欸，哦啊！团团团团得先走，团团得先走。要啦。啊！
这迪叔来，迪叔来，帮你救你，迪叔我救你，回来。你要救我，你要救我，团团。哎呀！白痴哦，我丢。对不起，你丢错过了。迪叔是最后一狼。亏我也不我知道，我丢啊！我要杀团团，我怎么会想要杀迪叔啊？就是杀迪叔。我是要杀团团，哎呀！你要不可以欺骗迪叔，不然我腿歪了。我刚刚心里在说不能杀迪叔，不能杀迪叔，不能杀迪叔。然后你下一秒就叫迪叔，哎呀，头死！我刚刚听到那个繁星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我就赶快跟他讲，我是杀骑士，我一直在演啊，我偷偷穿衣去砍他。哎呦！哦、不然只要跳到团团出去就可以了，对啊，真的哦，最后一个臭怨灵，感觉怨灵如果三个狼四个，可是有白狼，感觉也可以玩，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啊，不然怨灵实在太多了啦，很难抓。不是我刚很混乱耶、欸。我帮三个好像是狼同伴的家伙，大家都没有要砍人呢、欸。大家我就看到有两只都在那边，就是没有穿衣服在那边走，我就想说人有这么多吗？我就是想说，我们先把怨灵找出来再杀人。就是我看到你们每个人都光溜溜的在那边走，你知道吗？我想說到底哪个是诈欺，是哪个是狼，到底是怎样？我想说，而且我想说杰克已经是怨灵了，我想说你们跟小雨一起票，我还以为小雨就是怨灵，结果没想到也是狼。小雨是狼，小雨是狼，我只是他说，哎，飘下去啊，啊，他都飘了，飘下去，对啊，我说好啊，那什么好的，好啊，有何不可，有何不可，飘啊，好难哦，这好酷啊，这哎，这刚刚真的是各种机会，哇，好乱哦，李珠，你要识破诈欺师啊，好，来，那再来喽，这一次是。狼有四只，怨灵三只，可是狼有白狼，白狼就是要杀光其他的狼才可以。好，那就来走起。三个怨灵啊，臭怨灵，人人都是怨灵啊！那怨灵是不是白天有点疯？为什么迪叔也是跟着我？你要干嘛？我只要上楼而已。这还会卡吗？上下楼？有一点，刚一点点吧。刚看到你们上去会有危险。这一次之后，那边会稍微微卡，这样。就那附近会卡一下。对，之前不会，就早上只要有人搭就卡一下。嗯。二林，你的眼镜呢？他把它拿掉了。他刚刚就是有戴眼镜，我就知道他是月。马上脱啊，200。迪叔不要跑！你为什么要追我？那我们来互相确认身份啊，要不要？好啊，好啊，那我们三个一起，这三个都是怨灵，三只怨灵，傻眼，傻眼，傻眼，几个，我几个好了，那就是。就是那边的啊，二里没事，二里在，该不会都是妹子吧？好多人哦，等一下，我也看到啊，我也看到你们。下面没有，他在地下室，我刚刚想要追，他在下面。哎，他跑去哪了？他在地下室。这场是女鬼吧？六屏障，繁星，你刚刚怎么跳到那上面的？好猛！哪边？抓到啦，你说初音那边吗？就差不多啦，对啊，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啦。你就跳过来啊，跳来，对啊，就这三个，因为我全部都看到。我刚一看，全部都没有隐形，好好笑。我因为以为会找到一个，在搭电梯了。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等，再过去，再过去。可以。刚刚搭电梯了，我错了。我没有，不是我。我不小心按了。你没有。第一点是他，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卢米，真的哈，好，那我们相信你来票你。卢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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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啊，迪叔对不起，没事，怎么了？为什么？你怎么了？
哦哟，蜘蛛卡在我前面喵喵的。你在笑什么？你在笑什么？他们怎么你怎么那么开心啊？就还嗨、欸，怎么这么嗨？是有什么东西吗？有什么东西？没事，好想找到你们两个、啊。怎么那么开心啊？彪彪，彪彪到底？啊，因为我很受伤。哦，好，哪里受伤了？完了完了，他受伤，他又来了，他又开始了，不舒服。哎呀，这怎么了？第一天晚上直接抓三个怨灵了吗？直接哭出来、欸！波波，你在哪里呀、啊？可是狼人也有白狼哦，所以大家也知道。他们到底躲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啊？烂透了！是地下室那两个吗？游戏烂透了，烂透了！地下室他们的夹层呐，那个夹层呐，哦，是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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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想说到底要怎么去他们那边，你知道吗？夹层夹层这里，夹层，好好好，没有问题。哎、欸，开趴不久、哦，那个夹层一直绕一直绕，可以绕过去。哦，是从这边哦，对啊，不然你以为是哪里？可是我觉得全部人都在这，其实也是有点危险啦。是啦，就怕有人动刀而已。对啊，等一下就会有人动刀啦。希望我们都是怎么打击？哦，好，刚栗子，他把栗子叫卡住了，打到你。这里这里，你还在里面，还在里面，你是不是什么声音啊？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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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哎呦，有没有机会？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他跑走了，等一下。往外跑，往外跑了，跑走了，跑走了。泥鳅，泥鳅，哎，小雨在里面的，小雨在里面。不要，不要，不要。啊，小雨嘞！啊！打架！我要，我要躲起来。打架！小雨在哪？小雨在哪？他打人，他拿刀了，他拿刀了。我躲起来了，命！物理超度，物理超度。不要了！小雨被毒死了。死啦！死啦！好了，我觉得我要离开这了。我觉得我快跑了，快跑了！白狼要杀了。哎呦，这样怨灵是不是都没了？对啊，所以我说我要爆了。快跑，快跑，快跑！我觉得要爆你的成分。快跑，快跑！你干嘛？我不白啊！你很烦。你为什么要过来这里？这里我在就好了。离我远一点，我怀疑任何人。杰克，拜拜拜拜拜拜。这是怨灵被霸凌，怨灵好可怜哦。那也是因为刚好直接看到了。哎，屁嘞，屁嘞！啊，救命啊！我要死掉了。太难了。哎，你看，刚刚要杀怨灵哦。你看哦，真的是哦，真的是哦，真的是哦。好啦，我觉得我已经做完事了。你干嘛？你干嘛？你要来砍是不是？哎，自己人啊。你看啊，要杀怨灵。哎、欸，不对呀、啊！你为什么都在那边不杀人？你为什么不在那边杀人？代表我反过来，来来来来，等一下啊，等一下啊，你先在那等等等我这个就可以了。为什么等你？为什么等你？为什么等你？你操！你不是臭白狼？哎、欸，还没结束。我砍了你！啊哦，不是杰克，不是杰克哦，杰克怎样？他对你下屁了，白痴啊！哦，自己人啊！哦，等我一下，我发光给你。哎，讨厌！哦，小雨，我们两个躲在那边瑟瑟发抖。哎，我们，你知道我们两个为什么笑成那样吗？就是白天一亮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站在旁边对望，超好笑。太刚好了，难怪。超白痴，白痴。可是女巫的那个毒药可以毒很多人啊，对啊，毒很多狼，所以有还是有机会。反正怨灵人类方其实就留着嘛，就是让预言家最后还可以查出来。可是我刚刚很可怜啊，我毒药杀小雨之后，旁边两只都狼啊，你还把旁边狼毒一毒啊？你把楼狼没有什么威胁嘛？因为你没什么威胁，他只是会扰乱你心智。对啊，我们只会在旁边呜呜呜。我们是来打击你们心态的，你懂吗？我们再试一次哦。好，看看怨灵会不会这么可怜。哦，现在开始把怨灵都票光，就没人帮忙。我就怨灵怎样？就怨灵，没有人帮忙投票给狼人。我就怨，但第一天白天那个不能太抱团啊。好吧，所有人都在那，然后结果大家还是抱团，抱团。边脑袋，肉眼可及，要先避开大家啊！在这边抱团啊，抱抱
就是打你，你就交给你就好了。就是打人，抱团给你，抱团团哦，来来来来来，我们抱其他的团。所以这个花这有洞哦？没有没有啊，花有洞没有啊？阿水有人说花有洞，没有啊？我说花有洞，没有啦，那边啊，花的对面呐，另外一个吧，这里啊，花这边有洞啊，小房间呐，哦，就只有这个入口而已。对呀。哦，我要先跑了，你们好像很可怕。不是啊，前面应该还好啦。修发电都走怨灵啊，就先不要抱团，是吧？晚上应该就没差了，晚上想怎样就怎样。看到一个耳朵，看那个耳朵，会卡。我不是，我是忍者，我会隐形。我才是忍者，有忍者哦，有啊。你看这命，那个彪彪投彪彪，投他啊投他。啊不是，冤家查我啊查我啊查我啊哈啊不是就阿爸，他是故意的，他故意的，查查查，凶哦。不要再打我，罗敏，你很坏。拍拍你啊，拍拍你，拍拍拍碰拍。扑啊扑啊扑！你不会是有人破坏电源哦？关灯，关灯了。有人关灯哦？谁关灯啊？偷偷关灯。很快。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现在白天只是因为关灯很黑。但是被关灯了。说发生什么事？你们白天晚上都看不出来哦，跳你了，跳你了，跳你了。嗯，干嘛？你会怕哦，不然呢？突然走楼梯遇到一个人不怕吗？对，波波嘞，波波，我刚刚吃饱睡好了，所以我现在有点想要大波波，是不是？为什么？你们干嘛拉你妈？为什么？票的原因是什么？啊？二零先票，二零先票的二零，你们是怨灵吗？什么？为什么？票，他票我啊，然后为什么他有两票？我觉得没有，我看到他打杰克，然后我就去打他。哦，那个人该被投啊！我确定小雨不是啊。二零，哭了啊！不用快啊！哇哇塞！哎，我还在关帽子，你干嘛？我刚就想说，谁的裤管还卷起来的？关帽，你知道吗？很怕死。你是谁啊？预言家很猛哎！你是好强吗？你是谁啊？前面有一个透明的。哎，是谁啊？这个头型，这个头型，头杰克，哎，圆圆的，这个好像宝贝球，这好像宝贝球，可以开吗？谁啊？这是宝贝球啊？谁啊？我要进的关呐！看起来太远了吧？我的天哪！你是谁啊？他们在哪里啊？我被砍死了！就是波，哎，死了四个人啦！就不是为什么啊？就查我了，对不对？刚已经查过了，没事。怎么办？人嘞？杰克，怎么了？你在哪？不见了，不见了。哇，宝贝球在这里，绑下来，拔下来去抓宝可梦了。嘎！我的人沟通啊！嘎啾！嘎啾！在哪啦？大家都躲起来吗？所有人都躲起来。啊，我都弄跨博呢。是哪几个那个啊？怨灵啊？杰克？巧克力是嘛？然后，哎，怎么又有人关灯？宝宝关的。关一下嘛。他既是怀疑杰克。对啊，那个头型就是杰克啊，那个不用怀疑的就是他。那还有一个，你刚刚不是前面一开始说波波吗？哎，杰克，杰克，哎，这哇，哇塞，哇，哇，波波，波波也是，波波，哇，他自己被票死，自由，有有合作无间，合作愉快，不行，完蛋了，完了，我们还有两只，哦哦，哦哦，哦哦，哦，这该如何是好呢？哎呦。
完蛋了啦！完蛋了！预言家靠你了啦！真的啦，就不要预言家死了，我们崩溃，还在吗？预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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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啦？快点杀佛他们啦！不要再快了啦！不要再快了！一直按，接一直按，我给你按。不要洗屏啊！真是哦。噔噔噔噔噔，怎么办啦？小雨提速，我们是不是找他们？找杰克。对啊，在下一天白天都会发光，晚上不会。哦，好，没问题。可是可是小雨，我们这样子不行啊！问题是我们不能分散呢、欸，我们对啊，我分散就被他们两个冲票，你知道吗？对啊，但是在一起又很危险，因为我们里面有狼啊，啊好尴尬，哦哟呀，真的尴尬。可是晚上也不是他们，一定要白天。哎呀，哎呀，我们一定成白天啊。对啊，哎呀，哎呀，哎呀，你干嘛？快点，你要去打他，那迪斯为什么故意？没有啊，迪斯我故意，我故意，我故意。啊！哎呦哎呦哎呦！他很温柔。可恶！被票中了！你这边有屏障哎，我刚被屏障卡到。你想跳中间？还剩一个，还剩一个，还剩一个吗？还剩一个，剩一个。好的。哎呦哎呦哎呦！干嘛？多久一点吧，让我内讧吧。哎，哦，没有，要白天才会哈，对不对？对，白天。好。波波，我们是不是要合作啊？对，我们要合作，我们要合作。啊？波波为什么要合作？然后他为什么要合作？他不是那个吗？你把他超度就好了。啊，你们就砍他了？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合作，我们要合作，我们要合作。这样我就输定了，不是吗？对对你说的对，为什么你？对你说的对，你不是？哎，对啊，干嘛？不要啦！你说你在哪？我可以救你，我真的可以救你。我一直没开麦，去弄包包啦，快点啦，包我啦，恶魔呢喃啦！真的，你不要相信他，你真的不要相信他，不要相信我，好好讲话。我真的是个怨灵，他真的怨灵。我那么多次可以打你，我都没有再打你了。好，你那个都有发光喽，我找他了，快点。他在那个迪叔，迪叔，你听我，听我们就交给晚上嘛。啊好，哎对好对好迪，对对对，迪叔晚上执行，我们不要过去，你不要过去。对，聪明哦。晚上给你，哎呦，很巧哦。可以。来，请保持安全距离。请保持安全距离。我刚刚关麦好久，我的天哪，现在有点僵局了，真的。没有没有，要感觉就要结束了，要结束了，脸上的一块肉。迪叔，你真的听我，我们要合作，我们要合作。好，我们暂时合作。我们暂时合作。哎呀，赌错了。哎呀，暂时合作。哎呀，团队票子。哎呀。你干嘛？就跟你说是 B O B O， 不是不是，我真的不是真的真的。哎呀，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刚刚在解任务，我刚刚把那个电线给接好了。可以啊，这样子没问题啊。你怎么被电死了、啊？解任务啊，被电死了是不是？啊、你还敢解任务啊 ？B O B O， 我只能。别这样！迪斯的声音也太绝望了吧！迪斯没事的，别不要紧张。迪斯，你还有担心？还有无敌？你还有？你还有？不要无敌！迪斯，你的无敌呢？为什么他没倒？哦！你差一点就可以再差一点了，无敌，对，忘记无敌了，就差一点点了。我觉得是不是迪叔要搭配波波去票小雨，然后、啊、隔天再
可是他是小也不行的，我就没了。刚刚其实应该是直接到晚上，然后他爸把那个什么 Bobo 成佛，然后白天我跟迪叔去飘小雨。对，白天他们两个飘。但是我看到团团时，我只能让他 Let it go。对啊，对，我是炸鸡师，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贪了，我想说我要自己把 Bobo 弄出去，结果我赌错了。迪叔，我们说好的合作呢？你知道我现在是大祭司哦，我是大祭司啊，然后我在想小雨应该觉得我是狼人啊，可是没差，我是白狼啊，对啊，他是白狼，然后我就白狼，我很早就把二零零砍了。迪叔，你上一个晚上直接把那个Bobo给弄走就可以了。其实，然后呢，白天迪叔我跟你就可以直接去弄小雨就好了。哦，谢谢迪叔让我多活一晚，谢谢。欸、巧克力，我问你哦，那时候说你坦坦，你就可以自爆身份，然后就迪叔赶快去查。对啊，没有啊，我就想说要骗到最后，要让小雨惊讶，就啊，欸、巧克力、這個，没有，我才不在乎，我要杀光所有人。对啊，我刚，那迪叔为什么你要查我？其实一个直觉，你知道。我不知道，我好难过。怨灵不能那么多啊，怨灵好可怕啊。杰克，我们合作无间啊！哎呀，杰克，謝謝，没办法，我被屏障卡到。我想说出去赢个。那时候阿基哥那个在那个里面，我就蹲在外面啊，我蹲在外面啊，要到开门打他。等在外面等到时间到，然后过去看。啊，有。睡哟，哟！哎，你刚刚是不是跳下去，然后马上白天的时候把那个帽子打开啊？对啊，合理。这样你很强哎、欸，你手速超快、欸。因为我刚刚追着怨灵的时候，看到想，哎、欸，裤管有卷起来，然后头又是方形，谁啊？就想不到到底是谁是谁是谁。因为我就发现我那后面的那个马尾会探出来，对，赶快脱掉全拿掉，或者是宝贝球。宝贝球太明显了，宝贝球我都看出来了。白天的时候看到你自己是光头，人家就怀疑你，哎、欸，是不是脱了？赶快又再穿回来。对啊，刚刚宅口那边是谁刀我们的？我啊，小雨哦，我直接砍死两只啊！哇塞，你也讲的太平淡了吧？真的你心都不会痛吗？啊、白狼不是就是把所有人砍光就好了吗？想怎么追球追到死掉吗？我看到你们大家都在追球。来啦，那最后应该要嗨起来啦！来啊，全开啊、哦，好，全开、啊。那我可以把衣服穿回去了，把衣服穿回来吧，尽量穿回去，没事。快速模式也开开看啊！哇，会有人死哦，每天都会有人死哦。那第一天可以换票吗？第一天不行啊！啊，可是这样还是会有人出去哎、欸。啊，第一天过一半的时候可以票，好不好？好。那女巫的毒可以用吗？女巫不要，女巫不要。第一天不要，不然死太多人。第一天过一半可以票，好不好？好。还要记住哦，之前我们那个快速模式，如果死的随机死的是抖 A， 那也会是抖 A 赢的。好。那就来试试看，走起。迪叔抖 A， 迪叔抖 A， 迪叔抖 A， 抖 A。什么？为什么？你别问为什么，你就是了。你说为什么？我们都看透你了，是不是？对，因为职业全开啊，职业全开的关系。啊，你是警长啊，那你就抖 N 啊。等下晚上可以查一下，等下晚上可以查一下。警长是下去抖 N 啊，下去。对啊，就你是抖 N 啊。下去，你是已经满头了，下去，过一半了，哈基，哈基过一半了，过一半了。哇塞！他第一个不是不能投吗？然后说过半可以，过半可以，刚好可以。哦，谁投的 ？Biu Biu 是不是？不是，杰克也是吧？杰克有投啊？怎么大家都赢票？怎样啊？不过 Biu Biu 两票，我嘛，你先票的，你先。三个人来命中注定啊！命中注定，我不要。天，我更多人，一二三四，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杰克，你要一票？哇，干我屁事啊！是。哇哇哇！你看我票，他票的是对的，臭婆婆。迪叔，真的是你哇！迪叔，我都直接你给我怨灵，我以为你是团团好可怜。哎呀，我真的很气，我以为你是预言家，我就是预言家啦。这场好刺激哦！
这场对啊，如果打才是预言家就好笑了。啊、嗯，查查另一半是谁？哎，怎么自己就死了？没有，默默看是纯怨灵。哦，不是，哦、没有，现在那个纯怨灵他也会隐形。哦纯怨灵会隐形、哦，但是他不会无敌。哦那这样合理多了，哦、可以可以、哦，这样合理多了。就是纯怨灵是隐形，但是会被砍到这样子。我是怨灵，是怨灵，是怨灵。哎呦，我要现形了。还没，你还没。哦，等一下，大家都是怨灵，要记得有蠢蛋哦，所以要知道自己是不是蠢的哦。哦，所以你们刚刚看我隐形吗？哦，对啊。哦，那我是真的怨灵。哼、啊，杰克乱打人啊，杰克，你走！哇，我怎么在上面突然被打下来？你以为你打得过吗？你打小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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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啊！我打小雨啊，对啊，铁拳正义铁拳，怎么可以这样？打下去了，你不要走啊！你以为你跑掉吗？回来啊！小雨他在过桥，他过桥，他过桥了。你就算死也要拉个垫背的吧？我来了，我来了，来哈基，交给你了。打他，他乱打。要哈基不要，白天打你，他白天打你。你在自己白天，他白天的时候乱打，你活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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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你活该，是不是？睡啦！哎呦！哎，赶快躲回去！笑死！哎呦！而且怨灵已经死了，你们刚刚还在怀怨灵，没事 ，biu biu 已经成佛了，他已经很快就佛了。看到小鱼会有阴影了，嗯，他就那个抖 n 还在啊，哎，抖 n 抖n 干嘛了？你好，干嘛了？干嘛了？他现在已经是假的抖 n 了，抖 n 打人呐！哦，那我很抱歉，你不觉得很可怜吗？警长明明有两票却不能投，不是，我是很疑惑，到底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我是 M？ 因为我们啊，你说现实吗？我不知道，因为从你的讲话声音，我发现，哎，你好像有点 M 哦，有点耶，听起来有一点哦，而且还有警长定理啦，对警长定理，对之前的，No Man No Man 在这里。怎样？他是狼吗？他是狼。是啊、你他在哪？你不是我刚一直躲在上面呢、欸？你是预言家吗？我是女巫啊。不是，我说是吗？我说读一书。我是猎人啊。啊啊我刚放那个停止。二零你要干嘛？二零你要干嘛？哦。我才是女巫啊！哇！你要干嘛？假女巫啊！你要干嘛？哇！哎呀，你怎么死的？哦，你被我的第一天，大家四个平票，直接被弄爆，这也是我。哇！这场人也太强了。哇，你的私人恩怨好准哦。我只想乱打一下、啊，反正雪狼不会被查到。如果你是白狼，就他完全不需要刀大家，我们的狼第二名。对对对对。我的天啊！来啊，再来啊！好好来啊！看看警长是谁？李树导演，李树导演，李树导演。导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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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 N 啊，迪叔？我不知道。阿基有没有在私人有？你不弄我不弄你，你弄我不弄你。好像哦。我跟你讲，大家第一天还是会死人啊。对啊，小心。哎，对啊，那个要准备过半喽。准备随机死一个啦，对。过半喽，过半喽。你干嘛？波波在你们那里，波波在你们那，波波在下面。不要，不要，不要，波波跳下去了，波波跳下去了。我没有，我就要交给命运吧，交给命运吧，交给命运啊，交给命运了。迪叔获胜，你要请吃饭了、欸。为什么？对、欸，因为导演呢。哎、欸，你很快，你很快。你很快，你很快，你很快，你讲话好好说。你太快，你太快了，你太快了。哇，太夸张了吧！等一下，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想票你啊，票票，太夸张了！哇，没关系，我带走了巧克力，我很开心。哈哈哈哈哈！他是定力耶，太痛了 ，Lumi 你可以什么啊 ，Lumi？
哇塞，傻眼，比较累，哇，我要被你。你只能挡一刀啊！你回來你以为你是无敌啊、喔？打完了，我是纯的。你是纯，你是纯什么？刚、啊、刚你死以前啊，没了。你是纯的，我是纯的。哇！我刚亮了。啊我嘞、嗯！我是我又是真的。哦哦哦！有感受到吗？纯的力量。那我也试一下啦。那我也试一下。欸、是的好像是哎、欸。好烂哦、喔！好烂哦、喔！好烂哦！我很烂哦、喔欸！我是发光，我是发光，哇！你刚发光了，哎、欸，不要！杰克是蠢狼啊，打他了！哇！我是蠢女巫啊，我刚丢那个凋零药水一起吃啊！杰克，干嘛？我很杰克，怎么听起来很哀伤啊？很累啊，我很蠢。不会的，丢两票我知道啦，来啦，中了，中了，中了，哇，好爽哦！哦，再给我更多，再给我更多，我在大马路上，要我骗我繁星，快点来超度吧！有那个职业吗？哪一个？抖，我没事，抖音是低速，抖音出来了，没了，没了，要打死你小那个哈基不就死了？我不要，哎，哈基可能是狼哦，没有，我是预言家。可能是、哎、屁嘞，你这叫乱的啊！我查到了，杰克奥德啊，查到了啊，小雨，哎、欸，领长两票很，我刚就说我是纯女巫啦，狼两票很恐怖哎、欸。嗯哎、欸，等一下，难道我是纯预言家、欸？你是查谁都是好人 吧？你要不要再确认看呢、啊？你不是查谁都是好人吗、啊？你查我是狼哦，那你就是纯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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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换衣服了，快跑！他换衣服了，快跑！我就是蠢的、啊。看什么？嗨！这我也没有功用啊，我是蠢的。三人都会发光喽，三个人喽，三人发光喽。然后还有一个警长哦，哎呦，警长呢？嗨！嗨！嗨！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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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哎呦哎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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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介入你们啦、哎、我不介入你们啦、嗯、没有我要死去了我要多吃一点上好上路吗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啊我到底是蠢还是不蠢啊蠢的没有你你应该是蠢的你应该是真的你是蠢是我没有没有没有没错没有你是蠢的因为我是雪狼你不可能那个哦哦哦哦你是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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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蠢的用魔王插蠢团也是出名的哦哦好强你知道吃多少哎我吃完了避开一切400块都吃完了，爽啦！我转团，你没事干嘛杀我？你有卢米这超越你那边哎，我到底是谁啦？那我要先，我要先说，哎，波波，你都我都已经砍你一刀了，然后你都有时间穿中，你还不穿？不是，我就来不及穿你哦。到底是谁嘞？那我觉得需要记名单比较好啦，记名单比较好。卢米，你丘比特，你选我干嘛啦？你选别人啦、啊哦？我想说杀一个啊，比较容易被电龙电飞的、啊。第一天的那个快速好像是我死。所以是我帮大家带走了卢米。哎呦，对对对，好像还行啊。哎呦哎呦，人鱼带怨灵好像还可以哦。好像可以啊，好像可以。不行。啊，抖音是谁？迪叔，我天啊，你怎么是抖音？迪叔帮我扛了一刀，我好开心啊！但是你还是死了，对，我还是死了，因为他自以为可以扛很多刀。我想说第一刀怎么没死啊？想说哎、欸，对，就是那个挡了第一刀啊，啊，结果他还是继续扛。我想说你应该知道了，他不知道，咋啦？不知道。得了呢，我希望我可以活久一点。抖音啊，抖音、啊，我是警长。查他，查他，好开心，不要飘他，不要飘他。
来，乖乖站好哈。比欧比欧，你在哪里？我决定我要换地方去了。站好。乖乖站好哈。站好了。希望第一天不要跳了。我都站好。回去都好早死。哎、欸，小女。嗯，干嘛？两把剑是不是？为什么会有两把剑？他是警长，可是、哦、如果是抖音的话不会有啊。哦哟，哎呦，换人了，难得的。我觉得难说、哦，说不定他，说不定他改成抖音也会有，就是不要让大家发现，只是看不出来而已。对，嗯，没有。我觉得反正不管怎样都查我啊，先查他。好、嗯哦，查我啊，查我啊，都查我啊。嗯，不太难。你说你刚刚有票、嗯、票人件吗？票我有啊，有啊。我有啊，有吗？真的，我下一场拿给你看。是报名点啊！如果团团是抖 S 怎么办？小雨是好的吗？是啊，对耶，怎么办？怎么办？抖 S 可以直接讲啊，因为抖 S 他有可能是任何的身份，对吧、啊？他没查了，他没查。嗯，有人是抖 S 吗？还是那个是好的？没有人，所以。不、哦，是蠢的哎、欸，他只有自己量。不、哦欸，哇，是不是也是蠢的？那边、啊、你看那边那一个，那个自己那个自己量的，刚吃到、啊、吃到那个毒，那个是不是也是蠢的？完了，真的哎、欸，我是真的，他钉在上面了。哦，猎人是真的哦。好，猎人是真的，我是真的、哦，我猎哦。OK， 拉一个朋友，黑幽灵。哎、欸，对不起的，空手，空手的，空手。好想做，我头想唱歌，想唱我刚想唱歌，你可以唱，乖乖的。欸、那个刚那个是谁？有女巫就直接把 biu biu 给毒了啦！干嘛毒我啊？要毒我啊？臭抖 n 呢？对啊，我是抖 s 啊！啊？我是抖 s 啊！那、啊、你查谁？村民啊？不是村民啊！我查刚刚查繁星啊！你是村民哦、啊？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哦、你村民，你的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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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村民哎、欸，不好意思啊，没有村民的职业，可是真的有村民哦、啊。可是我是狼哎、欸啊，没有啦没有啦没有了，没有了，不要票 Bobo， 这样用毒的，用毒的，嗯，用毒的。可是我你看女巫呢？完了，可是他有啊？欸、没有，刚刚迪叔说他也会有，就是现在会有。我有啊，我有啊，哦。哇！所以你干嘛离我那么近？我害怕。离、哦、我？是啊、哦。那边是好人。我们必须要在白天找到坏人。迪叔，你这个炮塔被你看到了，他被我盯住了。在哪？在哪？在哪？为什么？啊？你在哪？你是蠢狼王哎、欸！我想问一下，你们看大马路那只是？哎、欸，不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冷静，你冷静，我给你一个，我给你一个，我给你一个，你。迪叔，你听好，你等一下跟我走一起，然后我拉人过来，我让你杀，好不好？好，没问题。我拉人过来让你杀。不用不用，但我活得过到明天吗？你没事，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好惨，太哀伤了。哀伤比哀伤更哀伤的故事。哎呀，哎呀，哎呀，哎，他下去了，上了。啊 ，biu biu 在哪？他在屋顶那边，屋顶那边。对啊，刚小雨那栋屋顶上面。Oh, 他把我抛下去了，抛下去，你怎么没有飘到？ Oh, 对，他被拖下去了，那直接把我打下去了。加油，波波加油！有。嗯，迪叔你在哪里啦？哈哈，起啦！冲啊！你叫一根太孤单了。哪里啊？他不跳下来了啊？了上上下下哎、欸，波波哪里集合？屋顶集合，屋顶离我很遥远呢。这时间来不及了，哇！在哪里？完蛋了！我在 Seven， 你死了。Seven 超远呢、欸，
吉娃娃，吉娃娃，你很想听哎、欸，吉娃娃，你是我看你了，那个是你吗？那个是你吗？他用眼睛，他用来、啊、来、啊、来、啊，哎、欸，我不是，我不是了。你怎么不是了？狼王是随机的，怎么随机的？苦啊，苦啊！哇，这个，这个，这个好精彩哦！画面是怎么回事啊？苦啊！哎呀，别的猫啊！苦啊！我的天，你怎么不好好躲好就好了？刚刚就被追了，好精彩！白狼，白狼。好久没有白狼了，啊、超久嘞！又是我，我连能把白狼获胜的。不不不，你们帮帮我处理掉他们。我不行，我结果是杰克我是蠢的。其实我刚才有在想一个，就是假如 Bobo 被票啊，我不是会连带吗？嗯，那我的脑炎算吗？没有没有，被票不会算，被票不好像没有被连票。至少你让脑炎达成，脑炎先赢。嗯，对，就不是 CP 影，是抖音这样。不是杰克，你是蠢人鱼耶。对，你看你刚唱到，我就想说，嗯，没有没有停，要继续追。啊、我刚才都好像没有听完哎。对对啊，阿静你怎么死了？我蠢死的。你怎么了？他叫你把我拉过来，然后他把我杀掉。阿静是沈彦霖哎，我帮助大家了。把我拉过来的时候，我打不打死？我猎人，我临死之前拉一个人就拉到哈气。我两个都一起打了。哇，一中你，就是我。小雨今天好坏、哦，我想来一点什么好呢？那你不参考了。斧头，斧头，斧头，斧头。真的全部都是。笑死！我们两个怎么都是蠢的啦，杰克。我真的觉得该跟一只会那个能杀人的狼会更。哎、欸，蠢诈欺师很惨哎，狼人会直接知道他不是哎、欸。嗯，对，我就很无助啊。就跟繁星，我还在那边看，想说。繁星穿的衣服，我还确认一下，没有啊，我的狼名单里面没有繁星、啊。没有繁星，对。所以就站在马路中间啊，我很无助哎、欸。所以蠢诈其实就完全骗不了。对，超蠢的。可是这场狼已经只有两个，另一个是蠢的。嗯，对，我是蠢的。哦，哎、欸，所以哦，警长现在不一定会是导演哦。嗯，几率八高几率，高几率导演六十六%，目前是六十六。啊，目前66%。再来看看会是多少。杰克，杰克是导演，投我啦，投我啦，投我啦，好不好？不用，不用，不用，我们那个隔天再来看看啊，看看你晚上会不会变成导演教徒。变导演，如果有了，我们隔天就不理你。再说，哦，好烦哦，好累哦，哎呦，杰克，干嘛？这我的路啊！我上这我的路啊！哇哇，大富翁啊！让我上去。二零，保持安全距离。别想上来啊！社交距离。哇，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现在是十分之一，我们互打就变成二分之一，很可怕啊！干嘛？保持安全距离。打架！感觉过一半喽！打架！打架！回来哦！打架！打架！打啊！这样你要派哦，这样你要派。C P 最容易中哦 ，C P 有十分之二的几率哦，20%哦。哎，小雨，Bobo 你是不是啊？好可怕哦！那下面是怎样 ？Kimbo 哎，哦，亮晶晶哦。亮晶晶 ，shiny shiny 哦，什么东西 ？shiny sh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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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ny， 哦，哎，我们都自己，我们都自己，不要，你这唱一下混搭混搭，刚刚也看到了，混搭混搭，我是真的，我是真的，随意啦，随意啦，随意啦，他也是好，他也是好，他也是好的，可以啦，他是好的，他是好的，他是好的。干嘛？够了够了，你证明太多了，太多了 ，too much too much。啊啊啊！什么声音？哎，那一栋是不是？哇，那一栋好可怕！他是挑战我，还想挑战我？你是狼？对，我刚刚有看到杰克在逃。你是在哪里？你说。啊！你怎么在后面？
他在后面杰克，杰克哪里哪里？好好哎，波波后面，波波后面。好，你是不是吓到？你是不是吓到了？你是抖 M， 杰克是抖 M， 他没有接。哦，他就接哦。没有，他没有接。我开啦。啊，完蛋了！迪叔，你为了你的团队，你必须要死，不然抖 M， 等一下杰克就会死。啊，没丢到，他突然跑掉。为了你的团队啊！不行啊，求哥你我，我才是狼。啊！我是狼，抓我！笑死！哎呀，尿尿尿尿！哎呀！哎呀！哎呀！吉娃娃，吉娃娃，我一只吉娃娃。感觉有点余音绕梁了。余音，你说余音吗？余音，余音啊，余音绕梁，劫后余生。还有怨灵哦，哎，对耶，还有 CP 呢，哎，对呢，对呢，对呢，好多东西哦，好多人哦，好多人啊 ，CP 要赢比较难，怨灵才是比较容易。哎呦 ，CP 可以在更后面，等一下死就会有。等一下，我跟你跑东西，你不要跑，不要看到我就跑。谁？哈基，你漏你有没看到谁吗？你是二零没看到？嗯，二零有，我看到，我看到。二零看到，二零看到他。二零他在马路上跑啊，他去熊福利了。哦，对，他去熊福利了，上楼了，上楼了。那剩谁？哈基，你刚后面有一只团啊，团是狼啊，是狼。哇，是警长。波波，刚刚有人看到吗？没，我是诈欺师，没有看到啊，现场不见的人，你可以等一下，等一下哦，那我们再等一天哦。哇哇哇 ，Bobo 是怨灵哦，不是，我不是，因为我知道诈欺师是谁，你不是。好，你知道诈欺师是谁？嗯、我干嘛要跟你讲？你这臭怨灵，哦、我明天就弹你了，好不好？那是狼，巧克力。哦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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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死了！波波不是狼人呢啊，所以姐，他也不是怨灵，我就不是还是你是蠢的？那没有，那怨灵没有，我是真的、啊，怨灵已经走了，所以只剩200是狼了。我是忍者呢？嗯，是吗？哈基，你是第五我才是忍者，啊，哈基是狼。等一下，等一下，对，哈基是蠢狼，还不是对，因为有雪狼。可是我真的是你又是第四天的雪狼哎、欸，对，哇哦，又是第四天雪。波波，你真的是诈欺师，我真的是诈欺师，我真的是。那个哈基就是蠢的雪狼。哎，熊福利，他二零 PP， 因为那时候我操，他不是狼人，整个大放心，然后他还直接砍我们，他自己发光了。他很难过。哦、哎呀，我是警长了，不好意思。既然他那么难过，那个 biu biu 来，我们去票他。没有，我觉得你会票我。哪里啊？跟我远离票，保持设计社交距离。这设计距离，我们可以票二零呢。现在好，二零还在哦，情侣还在哦，情侣二零。好，不是我，不是我是海基。听我说，二零，我刚看到了二零。不是说哈基留到最后啊？哈基，你听我说。我们那个繁星跟巧克力一定是 CP， 我们等一下先票他，我有两票。好，那我们现在先去票繁星啊！二零那个声音，然后我们一起走。我有两票，他们最多也只有两票。快快快，票繁星！那我们就不要过去了。好，不要来啊！有现在二零的票了，繁星的已经真的吗？真的啊！我去跳海哦，去跳啊！跳海了，跳海了，他们联手了，联手啊，联手啊，联手啊，来啊！那我们必须要先把 BOB 弄死，再弄死哈基。对，没有那，这样我们可以无敌几秒啊？嗯，
欸，不用怕，我们现在晚上过去哈基又杀不死人。欸，对啊，对啊，对啊，走啊，走啊，走啊，我们都杀不死啊，我们杀不死。你也是蠢的啊？不是，我是诈欺师啦。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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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真的，他是真的，他是聪明的。怎么玩呐？白天白天票，我快笑死了。我两票，你相信我？没有没有，他自己现在是最强势的艺人呐。哎，怎么？我就是走这边吧，这边一条路。对对对。他自己现在是最强势的一方啊，不用怕。他自己信我，我两票。斧头是真的打死了吗？我的天啊！不知道，我先无敌。而且我远离战场，繁星，你随时可以先来票人，我再跟着你。哎呦，你要看清楚是那个哈基哦，他要彪彪彪彪得先死。繁星是女巫，哈基远离他。爸爸在中间，路道路道路道。啊，我们追不，我们追不，记得可以吃东西。往宾馆走啦，你别吃。往宾馆走啦。没吃，吃起来，吃起来！你没吃，追爆他，追爆他！今天不行，还有明天。你要在哪里？追！阿基，完了！这是这个，吃啊，再吃啊，再吃！又吃又吃又吃！下秒一秒，要不要赌个？要不要赌个？耶！打到他，打到他，打到他！怎样都赢，怎样都赢！阿基。我们赢了！人类防得起，我要开外挂，我要开外挂，我要开外挂，你在干嘛？开外挂，哎，开不了，开不了。爱心，爱心，臭情侣，臭情侣，你不知道两个人的情侣有多难赢啊！我的天哪，好难哦。哦，还好，啊，还好你是蠢的，而且我们两个都不是蠢的，都是真的。太蠢了，你怎么是蠢的啦？欸，真的，如果第一天哈基是真的，直接我们就死了，你就死了。嗯，对，因为那时候我查哈基是那个好人，想说啊没事，然后看他穿衣服，还想说啊他一定诈欺师，完全都忘了留白了。我那时候是真心想杀你们几位，为什么打不死？打不死人。可惜他，我想说你要证明你是诈欺师，我就哦，你证明够了，证明够了，证明够了，你好了好了好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你只是个蠢蛋啊！我连三蠢啊！我也是啊！你们怎么蠢成这样啊？超蠢！笑死！哎呦啊！不好玩，不好玩，好好玩哦，好玩，就让我多接几把刀嘛。我想说，你说你要打迪叔啊？为什么迪叔没有加票啊？你加了一票，没有啊？那个打太快，那个票没了。开始玩一玩，看到我信箱有一封信，一看繁星给我的情书，哇！烂游戏。有高气，开心休息。有高气，阿气都是蠢蛋，阿气都是蠢的，太难了。休息啦，休息啦，辛苦啦。25%呢，连三蠢呢，哎。换个角度想，下一场就是真的啦。好啦。今晚到这边啦，感谢今天的收看哦。那个女巫那一场好可惜，我不然飘到迪斯哦。不过迪斯我那个应该晚上睡觉都会觉得很讨厌吧。好啦，感谢大家今晚的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不行，我觉得我睡觉的时候都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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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